这个角度正好，看看是你聪明还是妈聪明。好了，挂上去。最后以失败告终。啊，我是一点招没有啊。继续，我还得继续找豆子。就他了，我就不信了。这个你还能给我整坏？开始小造型。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啊，圆圆？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啊？我这次还拴不住你，我就不信了。开始往里装。这回应该没问题了，这回应该没问题了哈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！我这个头这儿好像较大了，让他这脑袋出来这么大，应该再小点就好了。哎呀，这回我看你还有啥本事，现在我可以给你搅了。月儿这好搅，月儿这个，它这个颜色分明，白的，红斜线，不像圆圆那个，颜色深不好搅。剪完指甲的圆圆走起路来喵悄的，一点事儿也没了。之前这个爪子挨到地板上以后啪啪响，现在我们圆圆剪完指甲之后，你看看走路。喵悄的，一点声也没了，瞅瞅，听听，是不是一点动静都没了？自己有点不适应是吧？怎么没有声了呢？走路喵悄的呢，是不是？来，再给妈走一个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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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走一个，再走一个，是不是走道没声了？好了，小姐俩玩吧。